性食同类也何种性别居多？交配后会吃掉配偶的性食同类现象是雌性还是雄性的比率比较高？雌性交配之后会吃掉对方的，大部分我的印象是雌性，因为女生比较凶。不是啦，因为孕育下一代她需要营养啦。谢成哥，补充我的知识，我变得更聪明了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